80个停一下的话，你们就把那个定量设置好就行，就是把这些计时内置本次计数这个它是零的，每过一次它就有一个，然后停机包数你要一包停一次嘛，就一个，然后把计数停机就开了，然后自动清零这个也开了，然后你就是可以放10个走一次，停一下等到物料，然后你接我那个启动信号就行了，就是你走一个停一个，你就接到我启动信号就行啊。然后还有就是这个计数器这个，你调回零，它就可以走了啦，皮带就可以走了。你到时候包单个的时候，你就调回24个，它就可以包，帮你包到25个走一下皮带，25个走一下，这样就 OK 了。把那些计数器那些全部关掉。那你现在关什么？什么一闪一闪一闪的。